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拉风牛。这期呢又接到了幻听这位大神的来稿啊。那西部矿山逼车极限计时，最终呢他是把成绩刷到了1分02，1分02啊，逼车刷这个成绩简直太强了，有木有啊？那像我们这种用 A 车只能跑个05左右的渣渣呢，简直就不敢说话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大神是用了什么骚操。